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呢，小助理要来给接力哥发货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接力哥的货哦。风吹云动，天不动，谁推船已岸不移？刀切莲藕丝不断，山高水远情。吹云动，天不动，谁推船已岸不移？刀切莲藕丝不断，山高水远情不离。在心里，不愿夜雨朦胧。现在给接力哥打包。长崖中，百年巧合化惊奇。货已经打包好了，我现在准备去寄快递啦。妈妈在忙，听奶奶吗？现在你的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哦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。如果看上喜欢的，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